要不是女秘书张素玲露馅，恐怕是很难以找到张显耀泄密的关键证据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来看了，张素玲到底是谁呢？她从张显耀立委时期就一路跟到现在整整七年了。好，张显耀呢接任陆委会副主委的时候，也只带她一个人，可以说是她最信任的得力助手。有人就形容她外形娇小可爱，很像王心凌，而她的个性也很单纯，是一个没有心机的直肠子。那么在公务上，张显耀的所有大小事都是由张素玲一手打点。在泄密案爆发之后，陆委会办公室的东西也全部都是由张素玲帮忙收拾打包。而根据了解，张素玲还因为压力太大，天天以泪洗面。